大家好，我是子木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乐曲《市集》。这首乐曲是非常欢快的，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是右手和左手双手配合弹奏的，右手弹奏的是旋律，左手是伴奏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乐曲的开始。乐曲的开始是一个弱起渐强，左手用小指来找贝低音拉，右手弹奏的是小撮。弱起的时候，我们的起手不要起得太高，稍微低一点，弱起落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弱起的时候，右手的弹奏位置是在中间，不要忘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再来一遍，起、落、拉。弱起渐强的时候，右手从中间的位置渐渐地往右挪，然后左手的位置不用变。渐强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一遍，看右手的演奏位置。渐强，别忘了渐强。然后下一个小节出现旋律了，啦啦嗦啦啦嗦。这个旋律我们出现了很多遍，指法也都是固定的，大家按照一个指法去演奏，不要来回换。如果你来回换的话，非常影响你的演奏速度。比如你第一遍出现的时候用拉哆来咪打勾抹拖，第二遍出现的时候又用抹拖抹拖，这样是非常影响你的演奏速度的，很容易出错卡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严格按照谱子上标的指法来演奏，这是最顺手、最方便，也是最容易提速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法，慢一点。指法是磨抹拖，拉哆来咪打勾抹拖。我们正常的打勾抹拖的指法，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大指，每个手指要放松，把它连贯上，然后来哆拉嗦是抹拖抹勾。单独把这两个小组连起来，把这儿练熟练了以后，后面就会没有问题了，因为出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再连一下这个小节的右手，右手的咪是正常的磨抹拖的指法。摇两拍，二。这里我们的摇指不需要弱收，直接收掉就可以，也不要收出重音，就正常收掉就可以了，不要出现，不要这样，是正常收掉就可以。好，这是右手的部分，然后左手从第二小节开始，我们左手的伴奏全是小指小撮，小指小撮。除了特殊的音符以外，全都是这一个指法。啦啦啦啦，正常弹啦，四组之后换咪，咪咪咪，最后一个小节时候是咪咪，最后一拍是一个小撮，加上右手，我们配一下。第二小节开始，右手拉对左手贝低音拉拉，然后拉骚拉对小撮，骚是单弹的，小撮对的是右手的第二个拉。